好啦，今日講一個極常見嘅問題啦，就係、是WordPress。咁 WordPress 咧就好鼓勵中小企學嘅，其實我係啦。係啦 ，OK。等先啦，好似有啲問題。OK 啦，而家 OK 啦。好，咁今日講一個好常見、好常見問題，因為我每次建議大家去學 WordPress 嘅時候咧，跟住即係好多朋友好有心啦，即刻上網做 research 睇下WordPress 係咩嚟啦。咁其實係會越睇越亂嘅。咁呢個情況我完全明白，因為我自己開頭學嘅時候咧，都遇到一個常見問題，就係、是最因為 search WordPress 嘅時候咧，你揾到唔同嘅教學。咁有一個叫 WordPress.com 啦，咁你亦都會應該會見到好多教學咧，係教你點樣喺自己嗰個 host， 即係喺自己嘅 server hosting 咧，自己做一個 WordPress 落去嘅。咁所以就亦產生咗好混亂啦。究竟邊一個係官方嘅做法咧？其實咧兩個方法都係官方嘅做法嚟嘅，咁但係當然啦，有我淨係建議自己 server hosting 嗰個嘅啫。咁我哋講一講點解啦。咁先講一講其實 WordPress 其實係乜嚟，同埋做啲乜嘢咧？咁啊有 PowerPoint 嘅今日，係啦。咁咧 WordPress 可以做啲咩咧？咁簡單嚟講 ，WordPress 本身佢哋嗰個嘢叫做 CMS， 即係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係一個管理內容嘅系統嚟嘅。咁佢最大嘅功能就係攞嚟管理內容，內容顧名思義就係你嘅，你可以寫 blog 啦，或者你可以起一個網站，普通嘅網站。咁有啲數據顯示咧，就係而家咧超過1000萬個網站咧，有30% 都係排名前嗰1000萬個網站咧，有30%咧都係用WordPress 嘅。咁上網揾到啲數據啦。咁 WordPress 係喺個 open source， 即係叫做免費嘅軟件嚟嘅。其實咁等間再講下點解會有兩種嘅做法啦。咁佢最大嘅特性咧就係佢可以換衫啦，即係簡單嚟講，入邊有啲 theme 叫 theme 嘅嘢可以換主題。咁你係可以隨時換即係主題嘅。咁所以簡單啲嚟講，你裝咗 WordPress 之後咧，你可以買一啲 theme 翻嚟。咁你個網站就唔需要再揾人設計啦，因為你買完啲 theme 之後咧，撳落去咧，個網站就變成咗嗰個設計咯。咁佢 WordPress 最好玩之處係咩咧？就係佢可以裝一個叫 plugin 嘅嘢。plugin 咧中文叫做擴充功能啊。咁plugin 係有分免費同埋付費嘅。咁呢啲擴充功能可以做啲乜嘢咧？係啦，咁就係可以做一啲叫做你加個 plugin 咧，你可以將個網站變成網店啦，即係可以變成可以 e-commerce 可以賣嘢啦，可以變做一個著陸頁 landing page 啦。landing page 即係一版一頁式嘅網頁，叫人留低個 email 或者叫人做一啲叫做我哋嘅做法啦，就係俾個小甜頭交換啲人 database 嘅。咁我哋用版 landing page 去做噶嘛，咁你可以做版 landing page 啦。甚至乎是一個會員的系統啦。咁我想講咧，大家見到我哋成個嘅網站，大家見到我所有嘅 blog 網站咧，全部都係 WordPress 做嘅。咁呢個就係一個簡單咁樣講下，其實 WordPress 係做到啲嘢嘅。咁講一講點樣安裝啊個 WordPress。咁咧 WordPress 咧主要有兩邊嘅做法嘅。咁我開埋個 PowerPoint 先，係啦。
咁兩個做法，一個咧就係自己 hosting 嘅 WordPress， 即係你首先有個hosting 有個 server 啦，即係伺服器啦。第一個做法，第二個做法咧就係去 WordPress.com。咁我簡單講一下，其實 WordPress 咧，即係其實係咩嚟嘅咧？背後 WordPress 咧 open source 咧，你咁樣諗啦，佢簡單啲嚟講係一個 file 嚟，一紮 file 啦，一紮 zip 即係一紮 zip 咗嘅 file 啦，入邊有好多個 folder， 入邊有好多個 file 咁樣啦。咁你就要將啲 file 咧抌落去你嗰個 server 度。個原理上係我用白話啲咁樣講，大家會容易理解啲。所以呢扎 file 就免，其實呢一扎 file 咧，你係可以去免費 download 嘅，因為係 open source 嘛，就懟落去你個 server 度就搞掂㗎啦。咁當然就咁講好似好簡單啦，但係好多朋友係可能冇乜點樣玩過呢啲 server 啊，或者冇乜經驗去買個網址咁樣，咁所以嗰個好多中間好多嘢要處理啦。咁所以咧，今日講嗰兩種方法咧，都係一啲簡化咗嘅方法，即係for一啲朋友佢本身對網站個結構唔係好明白嘅，但係都做到個 WordPress 出嚟，就兩個方法嘅啫。其實，哎呀，又撳錯咗添。我先再重複一次啦，玩 WordPress 咧係為咗玩 plugin 嘅，你唔係為咗啲 plugin 嘅話咧，其實玩 WordPress 係冇意思噶嘛，係咪先？咁所以 WordPress 個好處就係你加好多 plugin 落去，佢就變成咗一個更強大嘅功能，即係 landing page。如果你有聽過嘅，你有用過 Insta Page 啊、Lead Pages 嗰啲，講緊$49，甚至乎$99一個月 ，Kick Funnel 嗰啲$99一個月。你用 WordPress， 你裝咗啲 plugin 落去，你會做到一啲 landing page 功能咯。咁例如你有咁所以你長期你明白咗呢 plugin 嘅時候，最大嘅特性就係你慳到啲錢，同埋佢個變化係好無窮下嘅 WordPress。咁呢個就係為咗玩 plugin 咯，玩 WordPress 就係、是、好啦。咁 WordPress 咧。首先講自己 hosting 嘅 WordPress， 其實 WordPress 簡單啲嚟講，你係要做啲乜嘢呢？所以最基本一個條件就係你有個 server， 你有一個 hosting 嘅嘢，咁你係要爆一個我哋叫做 install 一個 WordPress 擺入去啦。咁第二咧就係你要設定一個 domain 即係你個網址，就指翻過去你嗰個hosting 度嘅，即係好似好技術啦呢啲嘢係咪？咁所以即係。你首先明白個原理就係你首先有個 hosting， 將 WordPress 個 file 懟入去，然之後咧買個網址，個網址就咧係個 IP 嚟嘅 ，IP 係嗰啲咩1.2.13.198嗰啲咁嘅嘢咧，即係個地址啦，將個地址咧指去你嗰個 hosting 度，其實個技術上係要做啲咁嘅嘢嘅。咁所以你自己 hosting 嘅話，你要處理呢啲工序啦，咁啊彈性高啦，佢個好處係好啦，你話唔想處理啦。唔想處理咧，其實就係有個叫 WordPress.com 嘅，其實係兩件事嚟喎，好混淆咧。WordPress.com 咧就係幫你處理咗嗰個 server 咯，即係佢自己有個 hosting， 同埋喺嗰度佢會買到個網址嘅。咁所以就簡單咯，因為 WordPress.com 本身已經提供埋嗰個 server 俾你啦嘛 ，hosting 俾你啦嘛。但係大家要記住一樣嘢咧 ，WordPress.com 嚟講咧，佢要最貴嗰個 plan， 即係佢有分好多個 plan 嘅，有免費。有付費，咁付費都有幾個 plan， 咁佢最貴嗰個 plan 咧，先安裝到 plugin 咯。咁呢啲就係嗰個最唔好嘅，即係一個唔好嘅地方嚟嘅。咁即係參考翻佢而家WordPress.com 咧係幾多錢咧？我睇睇先。你唔嚟而家去 WordPress.com 啦，我先睇一個最簡單嘅方法先啦。WordPress.com 好啦，咁呢個 WordPress.com 啦，嗱基本上咧佢就係提供買網址同埋提供咗個 server 俾你啦，咁所以要俾錢咯，因為 server 你點都要俾錢噶嘛呢個世界。最平咧就$22港幣一個月就俾一年嘅，好啦，咁唔同 plan 有咩分別咧？有冇得比較睇下先？比較唔同嘅 plan。呢度係啦，咁咧係咪 update 咗睇下先？嗱，咁咧佢你要留意頭先我點解我咁強調玩 WordPress 係為咗玩 plugin 咧？咁所以咧。佢呢度好似冇寫出嚟，而我冇記錯咧，
點解冇寫出嚟嘅？係啦，佢要 on plug in 嘅話咧，佢係應該要係呢一個 plan 先做到嘅，係咪呢個？定係呢個 plug in？ 哦，呢度 upload plug in 呢度啦，係啦，出現啦，哦，原來仲係後頁嘅，係啦。咁係1991一個月呢個 plan 咧，1991一個月一個 plan 咧，你先會安裝到 plug in 咯。咁1991嚟講，即係以租一個 server 嚟講 ，compare 即係有好坊間有好多唔同公司係做到 hosting 嘅 server 啦。咁幾十蚊至100蚊內一個月都已經做到㗎啦。OK 嘅快嘅，即係雲端嗰啲咧，其實外國好多 server 都做到，咁所以係反而平過1991咯。咁所以冇對錯嘅，咁你真係最簡單嘅做法就係呢一個，咁佢都會 upload 到plug in 嘅。咁但係你問我咧，我自己就好建議去學即係去自己去租一個 server。咁簡單啲嚟講，咁計條數點計咧？同埋你自己租個 server 嘅好處就係你俾一個月 server 嘅月費，但你入邊可以爆好多個網站出嚟噶嘛？咁你依度嚟講咧，我冇理解錯咧，佢係1991係 for 一個網站嘅。咁以我公司我自己嚟講，我有一個 blog， 我有兩個 blog 啊，一個係講 marketing， 一個係 asset.com 講其他嘢嘅。咁一個係online marketing 嘅主流網站，一個係 membership 嘅網站。我另外仲有個 OMP Day 嘅網站，我另外仲有個。噏唔出啦。總之我 total 十零個，我有十零個網站。咁十零個網站我都係俾緊一個 server 嘅錢咯。因為大家記住 WordPress 本身係 open source 嘅。咁所以點解我會建議大家自己租 hosting 去做咧？因為你長遠你有幾多個網站好，你識得搞嘅，咁你之後啲網站你嘅成本就會好低咯。咁所以我係好建議大家去學自己 hosting 嗰種嘅方法嚟嘅。咁我哋坊間有好多咁，其實主流有個叫 WP Engine 啦。咁你揀 hosting 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咧係包括咗 OneKey Install 嘅，即係話如果你冇 OneKey Install 嘅話，你確實係要你識嘅要多啲嘅，你要識得用一啲嘢叫 FTP 啦，你要識得 upload 你嗰個 WebPass 嗰個 open source 嗰啲 file 懟上去嗰個 server 度啦，你要識得依啲嘢啦，技術性少少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多坊間有好多嘅server 咧，可以提供個功能叫 OneKey Install 嘅，咁即係話顧名思義就係你 click 一下。那個 WordPress 就自然咧安咗落去嗰個 server 度噶啦。咁因為我唔重複講啦，因為我對上嗰次直播咧，其實係大概係有示範過嗰個界面係點樣操作嘅。咁所以大家不妨 search OneKey Install WordPress 嘅 hosting 咧，應該係揾到一紮嘅嘢嚟，入邊超多噶啦。咁你上去揾，咁好多 server 係會包括埋買網址啦。包括埋一下 OneKey Install WordPress 咧，其實我自己覺得，你租呢啲 server 咧，你要整個 WordPress 上去係唔難嘅，其實，同埋佢哋咧好多嘅公司咧係24小時 support 嘅，即係你夜晚11、12點問佢咧，佢都會有人 support 你咯，即係有咩問題佢哋都會解答到你，咁所以我自己就比較建議係用自己 hosting 嘅方法去做咯。咁我自己都有上網 search 過嗰個故仔點解會即係拆開兩邊？其實咧，當初發明 WordPress 嗰班 developer 咧，其實就即係分道揚镳咗。咁其中一班咧就搞咗個 WordPress.com 出嚟。咁另外一班 developer 咧就想呢個嘢繼續維持住 open source。咁所以咪變咗有兩邊，即係分拆咗兩邊出嚟咯。咁其實所以背後係有個故事係咁樣嘅。咁我原理分享就係咁多啦。咁我睇下大家有冇啲咩問題先。你問我咧，WordPress 確實係一個，我諗係即係中小企啦，同埋 marketer， 即係 marketer 嚟講咧，即係我而家都訓練緊一啲學生。你其實即係除咗 Facebook 廣告以外咧，你其中一個要去 master， 你唔係要識啊，係 mastering 啊，即係。你要叻嘅 skill 咧，其實就係 WordPress， 因為好多你 build funnel 又好，你 build 個 landing， 你或者好簡單一頁嘅 landing page 又好，其實慢慢 marketing 嘅 skill 唔係淨係停留喺 Facebook 或者 Google 叫做攞 traffic， 淨係停留喺攞 traffic 度咧嘅人已經越嚟越多啦。咁所以你嘅 skill
你的 skill 你要再進一步去學的話呢，就是你要管埋嗰個網站，你要控制到個 landing page。 因為我舉一些情況，就是很多時候你入間公司打工，基本上間公司越大呢，個網站你是越冇得搞的。因為如果間公司很有架構的話呢，通常網站會歸咗去 IT 部門，跟住 IT 部門有很多 security 的嘢呢，是不會放個網站俾你喐的嘛，係咪？咁所以呢啲情況我會點做呢？我會叫佢哋喂，你開一個十 domain 出嚟，十嘅 domain， 即係舉個例子，Nike.com 你唔會搞啦，咁大間公司，你開個十 domain 叫做promotion.nike.com， 即係佢都有 Nike.com 嗰個網址喺上面，但係之前咧 dot 之前加咗個 promotion.nike.com， 咁啊十 domain 咁有翻 Nike 個名啦。咁呢個十 domain 我會點做呢？我就會做一個 WordPress， 就呢個十 domain 咧指落個 WordPress 度。咁個 WordPress 咧就變咗係我控制啦，就唔係 IT 部門啦。咁我會再喺呢個 WordPress 上面做咩呢？我就會爆啲 plugin 落去咧，就自己喺呢個十 domain 上面做一個 landing page。咁咪可以維持住間公司個品牌，同一時間我可以全權控制到呢個 landing page， 我唔使等 IT 部門搞好多，即係佢好擔心 security 啊，喐親佢個網站，好多即係好多政策嘅嘢要處理咁。所以你問我，我會咁做咯，自己爆一個 WordPress 落去，咁咪最簡單。因為我諗大家都明白，做 digital marketing 而家咧速度係好緊要噶嘛，即係天下武功唯快不破。你度你花一個月去度個 plan 出嚟先執行，我快速推出街，我一日修改一次，我一日修改一次。我每日翻嚟睇數據 ，A/B test 修改一次。我一個月我已經修改，我已經 improve 咗30日啦，30次嘅 improvement 啊嘛，係咪？咁所以快係 digital marketing 一個好大嘅優勢。佢所以基於呢個邏輯，嗰個網站、嗰個 landing page、嗰個 funnel， 我一定要係可以比我快速改善咯。如果下下再開會俾個 idea IT 再去修改嘅話，成件事就太慢，我接受唔到啦。哇！改個文字又要咁樣改，又要交俾兩個部門審批再改，咁不如我自己有個 landing page， 我自己快速改善咯。咁所以 that's why 點解一個其中好鼓勵 marketer， 一個好第學完 Facebook 之後，另一個 skill 就係要學 landing page。你要學 landing page 咧，即係可以用好多坊間 landing page 工具，但係一個最划算。一個有彈性同埋老闆願意俾錢，因為好平啫嘛 ，server 你本身都有噶啦，咁你淨係爭個爆個 WordPress 去嘛，咁所以點解要學 WordPress？ 因為平同埋快咯。好，我睇下最後有冇啲咩問題先。我發現 Facebook 個 live 幾得意，如果你個 live 係 schedule 嘅話咧，你係睇唔到 comment 嘅，你唔 schedule 你即時 live 咧就會睇到 comment。啊！這個又幾得意。好嘛，嗱咁睇到 Simon 留言話揾一啲唔想花時間去學揾人才唔容易，係嘅。冇錯，即係要自己。其實開頭係即係花多啲時間去學，但係我覺得唔難嘅。咁如果你係我哋 OMP 嗰個會員，其實你 log in 咧，我哋已經有曬教學 step by step 教大家點樣去租個 server， 點樣買個 domain， 點樣將個嘢指落去咧。其實你應該花20分鐘睇條片，你應該食咗噶啦。其實如果你本身即係如果你本身係我哋網上面嗰啲會員，咁你入去 log in 睇我哋有條片教 WordPress 噶啦。其實已經即係點樣 on 個 WordPress， 同埋點樣爆個。點樣用嗰、那個裝一個 plugin 去做個 landing page， 其實入邊已經 step by step 教曬。其實你花20多分鐘應該學識嘅啦，直照計。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嘅，不妨就上去 omp.to/online 嗰度睇一睇我哋啲教學咯。好冇，今日嘅分享咁多啦，希望幫你更加清晰分辨到兩個工具嘅分別啦。有咩問題再留言問啦，拜拜。